强蛋蛋，真的老艺人，老艺人开场。Hello， 我是玉姐强妮。哎、欸，你今天怎么会出现？啊，不是你叫我，因为你的尺度很大，大家很喜欢你。我以为你会跟我说，因为我是渣女，所以你才找我来。哎、欸，但是她真的是渣女，她是自己承认她是渣女的。那范君会不会很可怜？可是我现在很专情哎、欸。哦，对，从孙生变现在这样，这是可以讲。你好笑啊！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你如果看这一集的话，你的蛋蛋会变强。对，强蛋蛋。今天要聊的比较尺度大一点。那因为我自己其实呢，看似大拉拉，其实我还是偏保守，偏保守那边。所以我今天请了强妮来陪我一起主持。那我们就直接欢迎，他说那个头衔叫什么？足控女。恋足癖。恋足癖。恋足癖。是恋足癖女王吗？足条系。哦，足条系完全不算，在干嘛？欢迎我们的足条系女王伊芙蝶。怎么可能？他都拍什么片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就是那种三级。你有看？我有看啊。你有看我的？哎、欸，我是男生哎、欸，我也要考考、啊。等一下，你有看他的吗？我有看，我有看。等一下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好好介绍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跟观众介绍一下自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条系女王。然后我自己平常是模特之外，然后自己也是 AV 女优，耶、yeah ！台湾版的 AV 女优。没错。那你的身高体重？160，49至50。三围的话是32、1、24、36。除了拍这个影片之外，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画画，夜店蹦迪。生日嘞？生日呢？1月31。为什么叫伊芙蝶？一开始是叫伊梦鱼，然后可是大家耳瓢了，听成梦怡，对，才改叫蝴蝶。哦，蝴蝶其实蛮有想象力的啊。对啊，干到飞的意思。干到什么？干到太说不出来了。干到起飞。请问足条系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像练足啊、足胶有关脚的，全都是统称，就叫足条系。所以你是脚很厉害的意思？对，用脚，然后不要用脚夹鸡鸡，你就这样夹着。那你可以夹我的手吗？他真的假的？就这样夹着，然后这样前后前后，很屌啊！然后就是这样上下。好，我当这个，然后是这样的。天哪，我要转出来了！生吗？你有帮女生过吗、欸？有女生有要求，就是我用脚用它、欸。那你用它看看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感觉很想试一次。它放哪里是用哪里？放阴蒂。对啊。哦，那算了。专业的，哎，真的很单纯。不是，这怎么用阴蒂啊？就是你就这样子用啊，你可以这样子摩擦。你要一直越讲越兴奋，好不好？开心呢、欸，我很爱这种哎、欸，难怪你会找我。而且你找我以前，我还先看名单，我想说有猛男我就趴掉。那个很臭，男优还好，因为我在拍片前我们都会先洗澡。那有遇过很臭的对象吗？那怎么办？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来。那你就是要去洗就好了、啊。我的鞋没用啊，我不是讲过，有的就是真的是臭念珠杆菌。是我带我女朋友去看妇产科，因为我跟她说她下面很臭啊，然后她就在妇产科门口扇我巴掌，说我为什么这样子跟她讲话。那原因是为什么？你说她的原因吗？她很爱穿牛仔紧身。然后他很爱喝饮料或者水，哦，所以就会这样子。哦、女生真的很麻烦哎、欸，所以你都会很爱喝水。啊，没有，他刚喝饮料。对，还是可以让他喝可爱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会？你刚说可怕吗？我说太尴尬了吧。太尴尬？你怎么能会怕尴尬啊？会啊，我很怕尴尬。你都是拍过那种大片的人，不一样的那个是工作。可是工作室现场几个人啊？最少就是4到5个，然后最多就是几百人起跳。你知道我上次接了一部广告，就是我跟伟哥，然后我要在大家面前假高潮。我刚刚才看而已，做不出来耶、欸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好尴尬、啊。因为太多人，所以我这一生没办法拍 A 片哎、欸。我觉得你们好厉害哦、喔。那方便问一下，假设一支片的片酬吗？嗯，其实每个女优的片酬是不太一样的，应该有10万以上吧 ？Nope。没有，不要被抽啊。现在没有。5万以上有吗？有。苦了呢、欸，而且男优是帅的，对，因为我们是不能选男优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对方是谁，我们会到现场才知道是谁、啊、那男优有可能是真的是很年纪很大的吗？有那种真的是什么60、70岁？有，真的
一下网友提问，那看你看 A 片是真的会兴奋的人，你如果在看 A 片，你都看谁的？谁是你的？你是花旗我，我也是，为什么？超爱欸，他不是已经退休了吗？那可以看老，可以看旧的啊。那你有跟另外一半尝试过 A 片的情节吗？我不是 A 片情节。你最喜欢怎样？捆绑？捆绑啊？还是蜡烛？我不喜欢蜡烛，很痛。你有试过？因为我是 S M 女王，所以我是第一个别人。你到底是什么女王啊？好多。其实统称，如果说一个大概，统称是 S M 里的逐条系。哎、欸，那我想问 S M 有什么？比如说捆绑啊，那个 dirty talk 啊。什么是 dirty talk？ 就是脏，就是把盖子里透的。这个叫 S M， 这叫 dirty talk。对，有的玩比较重，会玩到穿刺。什么叫穿刺？穿刺它就是拿钩子或是针线，然后就是这样，比如说在你这边缝过去，就是穿过你的皮肤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或是拿钩子就这样勾，就这样勾过去，然后就挂在外面。我们已经惊讶到就是换垃圾车来了，真的，刚是救护车，然后现在是垃圾车。那你怎样最容易高潮？捆绑 play， 有神父那种吗？对啊，神父，没错，耶稣，耶稣，他是这样，然后比如说这样绑起来，对，绑起来，啊，不是耶稣那种哦。可是你都不怕他是图文不符的吗？是约出来看啊。那你们第一次约会就是约在 motel motel 啊，就是我们试训过，好嗨哦。然后他技巧很好，就喷水水。所以上面的人技巧都很好？不一定。可是我觉得会玩这个的应该都是很有技巧，或者是有那种乖的，真的工作没办法教你。对，然后这无聊想聊天，那个话也有。那你有约过女生吗？没有，这个交给我，但是开给我看。来。我在学生时期在大学的顶楼打过炮，我
好了。哦，好，在底下留言一条系衣服蝶就可以抽我们衣服蝶身上的比基尼。真的？对，感谢衣服蝶来的。如果各位想要认识辣妹的话，记得去下载啪啪啪啪，里面约会功能有三个，有炮台图案、电话图案、男女牵手图案。用户聊天时呢，也有各种大胆的贴图可以用哦，但记得要18岁以上才可以下载哦。那边。